慢。小小亭长有何贵干？此地归我辖管。如何？你乃大王通缉的要犯，我当拿你归案。老先生，请再赴一曲。琴韵虽不相同，但原理相通，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。臣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，虽然谁也没动，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。